欧阳靖的事儿了吗？听说没？不就是拍了张假的军装照片，给他爸发过去吗？你们从哪儿听到这件事情的？都知道啊。什么叫都知道？将军网上有一篇帖子，说的就是这事。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啊，咱就装不知道不就完了吗？欧阳靖想要知道这件事情，他可以拿刀我剐了他。这稿也是你起的，要剐也是咱俩一块儿剐呀。报告连长，我想换个连队。你找好下线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你在这说什么？小组合议，战士连没有孬兵。报告连长。我不是老兵，不是吗？不是，不是吗？不是。好，我满足你。